81F 仪表开机密码设置视频。首先，我们同时摁住加键和减键两秒钟以上，进入个性化参数设置界面，短按加键或减键进行个性化界面切换。P10 为开机密码设置选项，短按爱键进入参数更改状态，短按加键或减键进行参数选择。PSD-N 表示关闭开机密码， PSD-Y 代表开启开机密码。我们选择 PSD-Y 开启开机密码，选择后短按爱键确认并进入开机密码四位数设置状态，仪表出厂默认密码为1212。在密码设置状态时，可调数字位会闪烁，短按加键或减键进行数字选择。选择好后，短按爱键保存数字并进入下一个数字设置。四位数字依次设置完成后，再次短按爱键保存参数设置并返回个性化常规设置界面，长按爱键保存参数设置并退出个性化参数设置界面。